倒钩，起飞喽！兜兜兜，起飞喽！兜兜兜，闪现兜，哎呀呀呀呀！我得回家了，我要起飞，没有人能拦得住我。上路晚豪，哎呀，想看个火球吗？没双招啊，点点。我这不太好往他脸上跳啊，但我们要不想杀他吧，其实也好打。等个重印直接跳他脸得了，要我说。一套半管血，一套半管血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兜兜兜兜，起飞喽！没办法，没有技能。哎呀，可恶啊！交闪了，我找 W 容易被他断。你会玩不？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你会不会玩？我问问你，你不知道那晚豪一技能能断我 W 吗？啥也不知道，会不会玩？我决定下一波直接跳他脸，他把闪现交了，下一波直接往他脸上穿，直接穿他的脸，他只要敢上线，直接跳到他的脸上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兜兜兜，起飞了。降落了，打不过呀，这完了，波比上单
打板猴好像有点打不了啊。如果我们跳连打不过他，那就有点费劲了，我们的上单波比也就没什么用了。打不了断不了啊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打不了断不了，你不弟弟了吗？啊，你不弟弟了吗？起飞喽！兜兜兜，五个兵。那剑圣干啥呢？那咋不 A 人呢？我的好兄弟，这波比这么八个吗？那你不没了吗？那刚才是怎么回事呢？起飞了，兜兜，你赶紧跟我抠他给视野，知道吧？给个人头。哎，算了，不找他打，慢慢玩吧。压了。你不用说啥时候能断，啥时候断不了了，知道了，怎么了？你想在他一完以后完事儿，我们直接跳起来，那比较的难，那个机会不好找的。飘火。据我的推断啊，这波板猴还得上我们前面来。嗯，他居然不上了，不行，我一波伤害打不死他，我得两套技能才能打死他。来人了。
走呗，走呗，可恶，打你两下，切！哎，难玩。不让人玩啊，巨波比不好打，维恩还行，那晚豪本来就不太好打，我们是先选的，这也没办法，但是我们就想玩一把波比。真是挺恶心的，哎呀哈哈，真是挺恶心的。给我空中拦截了，稳住队友还行，行个屁，那锤石都腰杠七了，都还行呢。关键那蛤子老一直来，我也没招啊，那你说咋整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小心点。他也不是说晚豪一个人，那蛤子老来呀。你别跟我老说送不送的这个问题，你老跟我说我不送，那是我送吗？那人家蛤子自己过来越过塔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能有什么招？那晚号追我，我就跑呗，咱也不是没跑，你说，你看着人打，那叫送，那我守塔，人搁塔下呢，我能怎么整？他要跟我带，我就跟他带，没所谓。回家。给我追！不要在意我们。剑圣马上大，我冲！哎，没有人头呢。有不想要眉毛的人了。
来个人头吧。最好先别拿人头，那不拿人头，那不永远零杠七了吗？哦，再见！啊，追啥呀？那老些兵呢？你说你连你有啥？你有狂风之力呀、啊？还是你有什么挺进破坏者呀、啊？追啥？有病是吧？那不补刀。这么乐意追人吗？这么喜欢追，喜欢追人。我们就这么开始口令训练了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来，我们俩玩，队友去打的。队友是打的起飞喽，在这等他，你要不出来我也不出来，俺俩在这耗吧。漂亮，上路收兵。不过心态真好，你一般零杠七的时候都说不出来话来了，要不然怎么我是主播呢？你要能说出来话来，你我不看你直播去吗？那婉豪跟那个卢仙都没在呢，起飞喽！拆个塔都不让拆吗？真可恶！那弹幕真是没脸看，真是没法看，根本看不了。真是稍微劣势点儿啊，就完了，就是一顿阴阳怪气儿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我红打一半给剑圣了，跟我说：“哎呀，红都不敢要了。”说我红都不敢要了，我要把那红拿了。哎呀，就这还拿红呢，都不知道要干嘛。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事。那你说我到底是拿还是不拿呢？那您说我拿不拿？真是没智商，真的，咱们关弹幕保智商吧。给我勾下来了。
这里怎么能有个泰坦呢？第二件装备，我决定直接出青云。第二件我们直接出青云，现在真不是时候。可以杀，想杀可以杀晚豪，锤石下去截一手就可以了。不出青云打不动人，第二件得出青云。居然不是我的人头，你是那泰坦膈不膈应人？死就死了呗，死之前还往我脑袋上套个碘盐，你看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打大龙，死死也不好好死，你是还得套个碘盐。技能先别用啊。他们两个 C 走一块儿，我们没办法。哇，剑圣七挂钩，漂亮啊！打吧，你防一手吧。哎，大龙拿下了，想看个火球吗？起飞喽！人头确实比较难拿，玩起来玩的有点难受。26秒小龙，我们上路继续带啊。哎呀，他居然直接抱我，哎呀。我踢掉了，等会儿啊。黑屏了。咋卡住了呢？喂？Hello， 能听见吗？啊，能不能听见？龙怎么没打下来？
现在被我粘住了。我刚才单带没有问题啊，他不打龙就完了呗？那龙怎么没打下来呀、啊？但是吧，他们龙自己没打下来，往我们身上赖，我们也没办法啊，战绩不好看，没办法，没招，赖那就只能忍着。跳弹就不打了啊，跳弹打了一会儿我们容易跑不了，我们下去勾引一手啊，勾引一波。哎，起飞喽，拿下迎头扫描一下，你给我回去，去这边啊，这配合给你配合的是真不错。我们下等马换上等马，可以接受。来个绿叉还是来个无尽呢？不行，不能抽绿叉了，这得抽无尽了。打麻了，把高地先拆了呀，勾的漂亮，再推，把高地推了，这就是多米尼克领主的智意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要玩 ADC 啊，你是劣势了，出完第一个神话，对面比较弱，你打不动人，立刻就出星人，就出这个，知道吗？剑圣也不行啊，这等级还没我高呢。小弟，这边来。碗豪是吧，碗豪，蓝 buff， 基本本上真的，你要是打不动人，你就直接就出这个，要不然你一点伤害没有，根本就打人都不掉血。这个装备已经有点超模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有点超模了，马上这个东西就被削，他不削我就吃死。17级，你们这等级也不行啊。1500，差70。
不拆给我出装备。出个绿叉的。五杠十跟五十一杠零，我十八级，你看看全场有没有十八级的人？没有。